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字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，这字就是命。命就是生物生存的机能，像咱讲生命、换命，这字命嘛有先天注定的本分，像咱讲运命、好命，有人生命。另外，文音读作命，那有头前生命、运命的意思，麦当讲是代表定时对部下的指示，就是命令、奉命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头一个读作气神。老命代表讲足生气，第二个词读作大心大命，就是有人讲大心命，也就是有心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老母拢已经有心大心大命，腹肚内有第二胎，煞乎头前啊气甲气心老命，实在是劳心百百。今仔日小解只是你命，另外文音读作命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